不要再叫上一颗鸡蛋就行了。嗯嗯嗯、我说，风姐，你快点来当海苔粉呐、啊！我干嘛要当海苔粉呐、啊？果然是长不大的小孩。别再玩了，我给你们看好东西吧。嗯、你们看，这是冰级美食嘉年华的导览小册。哦，阿健的酱汁炒面。你吃过了？嗯，因为阿健的酱汁炒面大排长龙，所以我吃不到。不过我吃了章鱼烧汉堡，还有黑鱼煎饺哦。哇，炸串看起来也好好吃哦。我想吃鸡肉咖喱。不过再怎么说，还是阿健的酱汁炒面最棒了。联动感超人吃了之后，也补充满满的能量。冯健，我记得你不是都不看儿童节目的吗？哎，我只是凑巧看到而已了。我要再去一次，我想吃阿健的酱汁炒面。收集必要资讯。我也要去，我可以叫妈妈带我去好了。嗯，大家一起去吧。哦，现在大家就一起去吃酱汁的阿健做的酱汁炒面吧。这个主意不错。可是嘉年华的会场不是很远吗？从车站有接驳车可以直达哦。什么时候去呢？我们已经没有明天了。哎，今天不是假日，说不定阿健的店就没有那么多的人呢。回去跟妈妈说，一定不会允许的。只要偷偷去就好了。只有我们小孩子去，这种行为不可以啦。大家一起去吃炒面，只要在黄昏之前回来就行了吧？这样的话就跟平常我们出去玩没两样了。风姐你呢？小策得问过妈妈才能决定的吧？我才不是呢！因为我是以高级为志向，所以比起炒面来，我比较想吃炖牛肉和刚出炉的法国。只有我们小孩子去，感觉好像冒险之旅呀！不可以为争第二次哦，只有这位小姐可以。保证就不